我跟他顶过来了，我跟他顶，然后他教我了。这样子你前头做了多久了？做了十年了。十五年了。十五年了都，大家中间很辛苦哦。没有，他们在外面。我在外面啊。这样子以后的话，有没有人家接手啊？ 没有，没有人家接手啊，啊，有没有可惜一点的？用木材的。哦，木材啊，哇，真的，我真的想要吃到那个你做那个披萨那个味道啊，七点钟才好了，那你说。啊，六点，我们六点差不多六点开始。就是叫那些人一到那时间，然后他们就来拿咯，没有说拿了就走了。我们给他们时间了，比如说。 他的是六点，他的是六点半六点啊，七点这样。我的是七点，七点是最后一轮了还是什么？没有了，我们做到十点多。十点多还有啊，哇，不是很忙，哇，不是很。就是了，一做就不能够停了。哦。<笑>一个人做放那个粉，放那个料，然后你就烧了。啊。烧一个比萨需要烧的多久？大概要十分钟。哦，十分钟就这样子。 他们全部是打电话来的啦。啊，早上打电话来了。我全部是电话的。啊，全部电话了。哈哈。除咗我哋嘅鸡肉要煮咧，佢哋嗰啲啊，净系白嗰鸡胸啊、十咗啊、搣落去咯。 Okay.